生，谢谢您对新人的热情。什么地方呀？不要走，不要走啊！有人吗？有人吗？你见你脸都红了，哎，你能不要把别人吓人都往后退点？自己一个人啊？哦，太好了，就喜欢一个人来的。哎，这样，这正好，给你个见面礼，全员加速中我冠军的时候的造型，哎呀，送给你啊，谢谢。准备了一个小礼物，钻石。嗯、啊。我女儿是白羊座的。最爱吃的就是棒棒糖。我也是的、啊。你有礼物吗？有啊有啊。还有啊有啊。你也有啊？有啊。我的礼物就是。哎呀哎呀哎呀！不用。我是咋了？别，这我谁别来？我刚没带就算了。我的礼物就是给你个拥抱。哎呀！这招我怎么没想到呢？哎呀，我真的也有点难过。对，我也很难过。哎呀，不实在吧？你们那个不实在吧？没事，你知道谁呀？谁？喂，林允吗？你还好吗？我挺好的，有一帮好黄好黄的人在我旁边。你是我们队的，知道吗？我是你们队的呀！什么？礼物是不是要回来了？必须要回来。在我们去之前，千万不要理这帮人，知道吗？他们是坏人。还有拥抱呢？你们在哪里呀？哎呀，还有拥抱呢！没有吗？快点的呀！拥抱还给我们。把拥抱还给我呀！抓他呀！干什么呀？干嘛呀？别着急，别着急，有我们在。海上 F 四，别动啊！在哪？我马上来了。看到我们了吗？不要理他们！不要理他们！回去吧。李云，离他远点，李云。有我在他身边，你放心。能不能走得帅点？别了，还是别帅了，自己也高兴呢。我怎么鼓掌了？稍微放松点，这样你累不累啊？这样，我们生来就特别姿势，剖腹产直接出来就这样。你以为呢？哎，你们队就是耶！我们的队名是任务王队。耶喽！我们是全员加速王队。王，我们每个人都是王者。对，你是什么王？我是所有王最厉害的隔壁老王。我就是隔壁老王。你还记不记得你上一季当队长的时候？就这一季就结束了，你以为失败的领导者没告终？把上一季忘了吧，我这是第一次参加。这样，想起什么了？电话，我的，
拿出一般电话来了都没好事儿。欢迎任务王队来到全员加速中第二季。嗯，欢迎加速王队来到全员加速中。现在游戏已经开始，猎人已经被激活。啊！每位队员拥有两颗纯真心，就这东西，就是代表你们在游戏中等拥有了两次生命，请各位尽快赶往月光草坪参加。来了，猎人来了，拿着。加速回归，全体加速队员分别为任务王队和加速王队组队厮杀，他们来到了美丽的人鱼沙滩迎接全新挑战。现在一名猎人已被激活，纯真胜利币将以每秒50递增。两队队员完成终极任务并坚持到140分钟游戏结束，均能获得42万纯真胜利币。获胜加速队员累积的纯真胜利币将与场外观众筹集的纯真胜利币一起注入加速成长公益计划，为贫困小学送去图书和一年的纯真酸牛奶。支持你喜欢的明星加速队员参与公益计划，请扫描纯真箱内二维码助力加速成长公益计划。每位加速队员持有10000纯真胜利币，可在游戏商店购买躲避、制服猎人及完成任务的加速道具。游戏现在正式开始。哇，那是猎人，猎人，猎人今天改形象了，哎，帅哥，哎，大家好，欢迎来到美人鱼海滩，我是你们的管家，哦，大家旅途辛苦了。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冰镇的饮品，大家消消暑吧。花钱吗？那笼子里什么？别动！笼子里关着什么？猎人吧？不会一边喝着那边就开始了吧？来送东西的也不会抓我们吧？哇，这一瓶猪油，来，酒虽好，不要贪杯。我们祖国繁荣富强。好，谢谢管家，谢谢。等会儿有事儿。什么事儿？什么声音？怎么了？好喝吗？什么声音啊？什么声音啊？就这个声儿。是海声和浪声？不对不对，有一个女人的在唱歌。哦，你们不会听到美人鱼的魔咒了吧？啊，你美人鱼听到这儿会怎么样？相传这片古老的海滩曾经住着美人鱼，它是邪恶的化身。但凡听到美人鱼歌声的人都会发了疯似的跑进海里去。这些人都一去不复返，只要中了魔咒的人都会失去双腿，再也回不到陆地上来。那双腿从哪儿失去啊？这么血腥的节目，如果要解除魔咒是有办法的。啊，什么办法？首先要拿到人鱼之心。人鱼之心，也就是你们未来要去寻找很多把钥匙打开这个人鱼之心的宝盒。人鱼宝箱层层靠叠，必须找到对应钥匙才能打开，而开启宝箱的结果可能是惊喜，也可能是惊吓。我这边呢，现在有一把钥匙，只可以给你们两队的一队，所以你们要通过竞争来开启这个第一层的人鱼宝盒。给我们，为什么要给你们？我们要竞争。对，你看那颜色都是我们队的 yellow。 你看到吗？第一个游戏是喝酸奶比赛。我这就是两个装有相同量酸奶的容器，分别有数根造型各异的吸管，
两队队员各自选择一根喝酸奶，在一分钟内喝得较多的一队胜利，并获得第一把开启人鱼宝箱的钥匙。等会儿，哎，我喝之前我说一句话好不好？那个输赢没关系，别往里吐，因为这样吸管我用过，惯性很大，小宝够不着。然后你可以往上，对，这样小心，负责点，骑上了，这样够得着了。李允在，我们这个队很有可能输，所以我们既然这样就不喝了，我们就不喝。准备，计时。什么味儿啊？哎呀，我感觉我都，宝哥，你是不是早上吃韭菜了？不过我喝的里面有股韭菜盒子味呢。不可能，我这手堵着呢。这边是韭菜盒子，这边是拉面，不粉儿。这边行了，海涛，你别说了，你这边是粉条。什么味儿？他们喝的比他们多，现在。别着急啊，都。我们肯定在，你们都在喝杜淳的唾液，我都觉得都恶心，我都吐出来了。还有30秒，堵上你，你没堵上，被堵上又回去了，跟吐回去一样。10秒，快回来，还有10秒了，快！你们快堵啊！3、2，我吧，到10。猎人来了，猎人，今天不服拿点。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任务王获胜。知道什么叫任务王队吗？谢谢啊，帮我们拿钥匙，谢谢。不客气，不客气。谢谢。等一下，这把钥匙呢，开启第一层宝盒。但这个宝盒里面有好多层，不知道开启是好还是不好，这由你自己决定。就是有时候开了还不是什么好事儿，是吗？你就作吧。来，我来吧，别客气了，我帮你开。不用，万一是坏的呢？没事，我能跑。没事，春哥，这是我们的荣誉，开。我来开，很有可能开猎人是。那猎人在那儿，肯定是猎人出来了。上面有什么东西？那把钥匙。纯真心。哇，多一条命。好。给我吧，可以来，可以，你可以送人，也可以你自己想用。给我吧，你也可以给对方，当然，如果你愿意。谢谢啊，你看我这儿。不客气了。我觉得应该送给全场唯一的一位女性。对呀、啊，你们好意思吗？我是女性，好意思吗？你们这样吧，这颗心。我先自己留着，什么就自己留着了？林远，咱们路还远，我到时候看谁需要，我这颗心一定会送给谁。好了，回去吧。你不想要这把钥匙是吧？嗨，钥匙也是，我不知道哎。你现在可以选择开启第二层，可以让我开吗？有各种各样，送给他们吗？送，大气一点。林远，你们确定需要？谢谢。林远，开。怎么开？不管怎么着，准备跑。是个存折啊！10秒后释放猎人。是真的吗？这么快？我来了。不会吧！哎呀，这看腿短的爪，你知道吧？哎，这帮小太能跑了！你给我等着的啊！你不用戴了墨镜吓唬我，你等着的。瞅你损色，真的不行了。
宋小宝被猎人抓捕，剩一条命。被抓了吧你？嗖嗖的，我就是。海参呢？这炒面了，炒丢了。炒面呢？炒丢了。炒丢了，扒出锅了。雨露均沾。行了，你别气我了，快去吧。咋整的呀？你就被抓了呀？在这儿呢，快点的。在这儿来人了，猎人，猎人。我目标那么不明显的，这是谁的？我接一下，一会儿还给你们。这是打鱼的造型，我反面穿，颜色不太一样，希望猎人看不到我。其实这一次猎人少，我们盯着猎人走，就是安全的。第三层宝箱的线索是人鱼密室。让我们去人鱼密室。不，咱们先去道具商店，咱们一定要先买道具，要不后边咱们躲都躲不了。人鱼密室，你别跟着我走。至于这么看吗？对。你不懂，我告诉你，我这跑了第一季了，哦、眼观六路，耳听十六方。快先出去吧，要出去吗？我的，那不是吧？哇塞，你看我们这姿势多标准，就从第一季练出来的。哦，是猎人，是猎人，是猎人，快快！不要抓我！打我一巴掌，再给我个照吃。干啥？哦，给你个心。阿西不见了，李允被抓了，不行不行不行，我得去密室了。我们的对手李允被猎人抓捕，说就一女孩子被猎人抓了，我不应该高兴啊，但是他是我的对手啊，不是他孙就是我死啊，不是他孙就是我死。小宝，你怎么被猎人抓了？他们往死那么撵我。没事，一起逮他啊！他还跑，他，咱俩这回改个名叫丁柱甲乃亮，你就叫丁柱甲，我叫乃亮。好，到商店。这儿，你去买个道具。欢迎来到道具商店。道具商店。道具商店是吧？捕猎人。草皮蓑衣很厉害啊，你只要在草地上把自个儿一裹，5000变色龙，哎，而且咱们真的还是限量的啊、哦、这是5000，这个海龟壳在哪儿都能用，咱俩不需要，这都是给贾乃亮这种弱者准备的，咱们俩不需要。哦，对，能打折吗？看人品，看诚意，就别看肤色就行了。我买草皮，贾乃亮不要了，你身为一队队长买道具，别说话，下一回见着草皮就惨。对对，好，来一个。好，来一个。他们买道具这会儿功夫，咱们抓紧时间完成任务，找钥匙才是王道。苦等第三层宝箱钥匙的管家似乎在盘算着什么。怎么样，带上它之后就能防止猎人追你，这个道具给你拿的。这行吗？还是藏不住啊，还是能看见，对不对？大张伟啊，尤其还露出你那绿头发，而且正好看到绿头发。不是，可给你打一下。看猎人来了吗？只有宝哥这身材特别适合，跟这壳也是特别的天然合一。猎人呢？猎人呢？我的王八壳砸死。加速道具，人气旺旺旺，简直是跑得慢队员躲避猎人的超值神器。而没有神器也没在怕的队员们，直接赶往人鱼密室，寻找第三层宝箱钥匙的线索。这就是密室。哇塞！哇，这里边有猎人啊！
加速队员必须根据图案找到唯一把开启宝箱的钥匙。密室大门必须由两队各出一位队员同时用乐视超级手机极速指纹解锁才能打开。进入密室倒计时瞬间启动，一分钟后密室猎人开始抓捕。不同队的人一起进，咱俩进不能一起进，你得比如说你得跟加速队他们队的其中一个。我见过。哦，对，怎么了？一分钟进去找钥匙，一分钟猎人就会放出来。你别进去了啊！我还进去吗？对你进去容易出不来了。搞！一、二、三，我操！进车进，一分钟，加油！找不到啊，那个画你要走了，不是我害怕了，你接着走了，我害怕。那个画里面，画后面，画后面有没有画？别让他们干扰你，不用，我们不用，不用，我害怕，我们不用。啊，我找，找，我害怕，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我去哪里？不是，不是，金色的，金色的。就这一季就结束了，你以一个失败的领导者为告终。整错了，整错了，啥？我是金。哎。别走啊，再叫一个你们的队员。你跑啥呀？我害怕啊！给打电话叫人啊！叫人，打电话叫人，叫人。林远，亮哥，亮哥，亮哥，你赶紧对着的那个好多人的战爷，大团那边，中央是谁？对着的那个，看队长，你进来，队长。好，好嘞，好。没事，先答应着啊，就不去了，因为佳爷是第一回来，不知道我人性，我一般都是什么都说好，结果什么都不干。跟我买的道具是一模一样。这什么玩意儿？龟壳。我成功的骗了一个龟壳出来。宝哥，你快把你龟壳拿走了。一会儿回来让他是交3000块钱。我先把龟壳藏起来。怎么用手机认证咱们？手指按一下，那个指纹解锁来了。三二，哇、哦！赶紧，这不是钥匙吗？这都全是钥匙吗？是什么？对呀、啊，是要金色的钥匙。好，注意时间啊！哎走走走，去开宝箱。督察哥，给我把钥匙吧。别带了。亮亮，我盒子呢？给钱，给钱，给钱。没钱，没钱，要命也没有。多赖呀，那多赖呀。那我你要不要？我要啊，要啊。走吧。谁在那儿趴着呢？我们是来开宝箱的，找到了。哎。谁呀、啊？你等会儿，我得拿粮呢。杜海涛来了。不知道是好是坏。我这样吧、啊，我说一下战术啊。啊。一会儿呢，你们开的时候我就赶快跑。啊。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们赶快把大政委的壳给卸了。行，我们俩把他们翻过来，我就不管了啊。好，你走。我决定了，开开开，我大不了牺牲一条命嘛，对吧？值得，值得。咱们辛辛苦苦抢来的，命不重要。你们那么多话，你让我开吧。我开，我开。要这样吧，天亮你先走吧，你别管了，大不了我就抓了就完，我还有命呢，怕啥？哎呀，大不了就抓我一下，我好几条命呢。OK， 又多一条命。哇！恭喜！我猜错了，又多一条命。来了！第三层宝盒被打开，杜淳获得一颗纯真心和第四层宝藏盒的钥匙，又获得了一颗。我还有把钥匙，你选择继续开，还是把钥匙搁在上面？不开了，没有用，因为我想不过来。我是不开了。
我就现在就给海涛。你们聊吧，我去这阴凉地待会儿。我，你别走啊！我这太热，你要不要看看结果啊？哎、我勇敢一把，好不好？哎，田亮，咱俩先撤。海涛，我们俩先撤了啊。哥，你自己开。哎，没事儿。你说，就开个呀，开个箱子，那么多话，弄得你像胡兵跟你跟证婚人似的。这俩人要结婚。海涛，要不这样，我陪你。我陪你。哇，他们还没弄完呢，还要见双方父母啊！我开一把吧，多大点事儿？那我帮你准备钥匙，你来开，好吗？别被别人抢了！我都过去都下跪了，我不能这么，我不能这么猥琐的开，是不是？好，接下来这个宝箱由我来开，你们抢新的。热坏了吧？我理解。Magic。十秒放电人了。终于又开了。小宝，过来。杜川哥，这给你，谢谢，送你逃命，谢谢哥。我需要你给我一个，你别再往那边走。杜春太抠了，我给了宋小宝了。哎，赶紧撤，他们不一定能开出什么东西来。有人。已经赢了。别闹了，别闹。这孩子他得什么样？友情提示：生命诚可贵，得按规矩来。纯真之心可不能二次转赠。我跟你说，还留一手呢！我跟你讲，我还留一手呢。联系西了，第五层宝箱的线索是自由飞翔。自由飞翔，在你的心上啊，在你的心上啊，自由的飞翔啊。猎人来了，快！我给海涛打电话，我亲眼看到他躲起来了。海涛，宝哥刮目相看的，我就在你旁边，我是亲眼看的，你怎么钻进去的？你在哪儿？在你临床。咱俩挨着，咱俩是病友。哎呦我，海涛，啊，你太帅了，就围着一张床就你转了一圈，你胡同眼就没了，不见了。我先把电话先挂了。先挂了。太恐怖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呀？你要分析地形。然后我就找，我能不能最快速度找这个地形？我看见的时候，咕咚咵，咵咵嚓。咕咚咵，咵咵嚓。啊，就太帅了，亚瑟男神了，这下子。
又来了。哇，这谁呀、啊？谁呀、啊？魏佳呀？我的妈呀！小短腿被抓的时候，老无奈了。我太理解了。太吓人了！我的妈！李维嘉被抓了，生命偿命。哪里有钥匙啊？所以你刚才的提示是什么？自由飞翔啊！魔咒让你失去了双腿，你会怎么样？我能游啊！你刚才说游，你就打算……你不要跟我讲大白话，我智商有限，智商有限，我有限。看来管家对脑回路太长的林妹妹也是束手无策了。哎呀，刘啊，帅哥！哎，给他跟他俩搭茬呢。哎，我们的自由飞翔，体验一下。啊，自由飞翔？对对对。我们先找到的自由飞翔，我们先找到的。来晚了，兄弟。啊，你们都要上，但是咱们这个，哎，帅哥，等一下，等一下，咱这个是收费的啊，您别激动。自由飞翔是我们的。对，自由飞翔，你们到底是谁来？我来了，您先把钱给了行吗？哎，好，哎，走，快走，妹妹，我交钱了，没你交钱，你交钱没有用，我交钱了。自由的飞翔，给你的线索。我们走吧，那就。飞翔，放风筝，你们放风筝呢？是不是跟飞翔有关系啊？肯定没钥匙，这飞翔不错。但是自由飞翔好像不够自由，有根绳儿啊，你看。哎呦，请问你是白云武侠吗？是啊。你能给我签个名吗？啊，签哪儿啊？啊。哎呦，人家喜欢的是白凯南嘛。那这个还你。我。好，算了。你喜欢白凯南，你也够没追求的啊，你这辈子好不了啊。能从您这儿得到什么提示吗？老师说过，帮助别人不应该索要回报哦。啊，玩的开心，帅哥。啊！太刺激了吧！我的天堂，啊，哟喂！他的胆儿太大了。这个，贾乃亮哥，是你吗？姑娘，姑娘，哎，来。姑娘，奶奶，你听说过鱼子类化石吗？这颗鱼子类化石就遗失在了这片沙滩上。你要是找到这颗石头，一定告诉婆婆啊。好，我找找。好的，我找到了，告诉我啊。好。哎呀妈！哎呀，是不是给点线索？给点吧。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线索？这不槟榔吗？这哪是线索呀？哟 ，Come on, baby, go！ 哎，这不自由飞翔吗？哎，这是自由飞翔，快！哎，停！今天请问什么可以帮你吗？妈，你有钥匙吗？您说了什么钥匙？金色钥匙。要不我帮你找一找可以吗？别闹的，别摸我呀！都是小男孩干嘛？待会还有客人呢。是不是？充钱，快！我来，丽兰，来充钱，这是我的传家宝。亮亮拿了吗？哎，猎人来了，猎人来了。兄弟，赶紧走！
这我传家宝。哎，停车停车，拿了。哎，我的钥匙，我的钥匙，借我一用，一定还你。啊，天亮敢开吗？不管了，我们现在不能再把钥匙给对手了。开开开，好，我现在开箱子了，你赶紧走。还有一把钥匙，还有把钥匙，但是还有一张纸，我来读给大家啊。十秒之后释放猎人，快呀！而猎人来呀，来呀！我真的是忘猎人了。有猎人啊！太恐怖了！太危险了！幸好还有把钥匙。所以你现在决定要开吗？我有钥匙了！你给我看一眼钥匙。不能看，有假的呀！哎哎，君子动口不动手，来来来，快来了！他们怎么都是猎人？快听我呀！我们班的在哪儿？在哪儿？走了！快！友情提示：抢夺犯规，赠与合理。田亮可以选择送给别人，也可以选择自己开。就看我这么可怜，你就给我呗。不是，对，我觉得啊，这个钥匙呢，可以给他们，送给他们。他不会拿的。小妹妹，快等一下。谢谢小妹。哎呦呦呦！哎呦哎呦妈呀！给！开！开了！来，不管怎么着，一会儿咱们要在一起。如果我真的放了猎人，不要怪我。没关系，没关系。要生一块生，要死一起死，相信自己。哦哦哦，走着。我不是，是这个吗？让我来帮你们鉴定。你先站起来。有！开始夸死猎人，别怪我。都没有十秒，就立刻放。要跑吗？立刻放，现在是。加速王队，你打开宝箱最后一层，获得人鱼之心。唉，请大家回到月光草坪。谢谢你们队。我们看你们一把钥匙都没拿到过。首先恭喜加速王队得到了人鱼之心，离这个解除魔咒又近了一步。我们要给加速王队一个特权，那就是开发安全之车。上车，完成了。小宝来呀，来，拜拜。热不热啊？你们那么多人挤一车，有空调，特舒服。接下来你们黄队将会遇到更加危险的状况。好恐怖啊！后备箱打开，好恐怖啊！一大牌，开过来了，别害怕啊！一大牌呀、啊，哎，一大牌，后备箱哇，来了，赶紧看猎人来了，那个啊，跑了跑了，跑了。哇，来了，太吓人了！你看，《诗经》有音乐，有音乐，同吗？祝你们好运。
此时游戏区域登陆八名猎人，直到摘出一颗纯真之心才会全部消失。对不起，没事，对不起，我呢，我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自己盖上。他有三条命呢。草坪上有，我能在草坪上有龟壳，在龟壳里面。干嘛呀？老夜了，这里面多么悲惨的一天。这里，哇，这时候还有什么偶像包袱？不容易啊，拿一个得了。杜海涛，哎呀，那半天才杜海涛一个人来抓，哎，没劲。勇敢的加速队员，你们中了海妖的圈套。你们听到的歌声其实是海妖恶毒的魔咒。什么声音啊？女人在唱歌。哦，你不会听到美人鱼的魔咒了吧？中了魔咒的人通常会失去双腿。你们中了海妖的圈套，只有取得我们的护身符才能暂缓魔咒生效。护身符就在火舞广场，现在那里已经安全开放，快快前往吧，美人鱼。快快前往吧，美人鱼。安全了，火舞广场。火舞广场，出发。你们中了海妖的圈套，海妖的圈套。护身符就在火舞广场，快快前往吧。愚蠢的地球人，感谢你们帮我打开宝盒，我终于得到了我梦寐以求的东西，有了它，我就可以统治大海了。
们要取那护照。嗯，在这儿，你看。哦。看，女的哦，我的天！我说这一季就是因为冲着这个才来的。啊，身材好。来吧，啊，这么多女猎人？什么？有八个。就这么大鼓风机呢，还有个。你们有没有感觉我们也活着？哇，你还活着？你怎么样啊？对呀，没怎么样啊。小宝老师，你看看，女的。对呀。哎呦喂，现在行碰吗？别弄，你大靴子逮你。中到我呀！吓我一跳，你吓我一跳，损色。管家来了，管家走的 T 台步，帅。哇，姐。听说你们已经接到人鱼的来信了，是吧？我也是刚刚听说是海妖在作怪。海妖管家好淡定地蒙骗着加速队员，毫不尴尬，演技百分。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先得到人鱼护身符。两队派出队员进行比拼，身穿气球护具穿越海妖管家布置的强风阵，看谁能抢到美人鱼护身符。一旦护身符被获取，游戏区一名男猎人即刻消失，一名女猎人将被释放。从未获取护身符的队员们身上摘出一颗纯真之心，才会暂停抓捕。一命换一符，海妖管家，你下手挺狠啊！第一轮比拼开始，开启强风阵。加油！咱们加油！成哥、宝哥，加油！看到他们。第一轮开始。看到他们。完了，废了！来干杯啊，朋友！来了！耶！让你们俩把我欺负的跟个球似的，把宝哥撞飞了都！打开强风阵，第二轮。开始，蓝队的兄弟们，加油！鞋都撞废了。鞋都掉了，我去！好嘞，又一张，又是你们队拿的啊！五把钥匙全是我们的。哎，你那失败的领导者，我给你告诉我。恭喜你们拿到护身符，接下来的任务，八位女猎人会全部激活，你们就自生自灭是吗？
你们自求多福吧。那逃呗。八个女猎人，我的天！我被石化速来救我，美人鱼。此时四处躲避女猎人的队员们彻底明白，原来这一切都是海妖管家的阴谋，只有拯救石化的美人鱼才能真正解除魔咒，解救自己。来了来了来了，在商店购买道具，禁止女猎人，并取得女猎人身上的项链。将项链给水滴池中的美人鱼雕像戴上。想要复活美人鱼，必须获得纯真复活水。在游戏商店购买道具，阻止女猎人行动，并从她身上获得项链，才有机会获得纯真复活水。现在躲，然后去道具商店取得复活水，解除魔咒。所有队员纷纷赶往游戏商店，行一轮抢购大战。即将打响，我现在就在道具商店旁边。哎呀，你好啊！哎，你好！哎呦，见着你跟见着亲人似的，太好了。你是个，你怎么一见我就跪了呢？我要在你这儿买一个能静止女猎人的道具。这俩都能静止。这个长得像海螺的大宝贝，只要在女猎人面前吹响，他就会暂时停止行动。这个号称闪光枪的宝贝，一旦发射就能闪瞎女猎人的双眼，让他完全停止行动。来，我给您钱啊，海螺啊。我知道道具商店的话，我就可以不用去吧，我可以打快递啊。这位先生，这是我们的外卖电话，您等会儿有任何的困难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送快递。喂，您好，文品会专卖。这好使的道具是哪个呢？哪一款道具？啊，我们新推出了对付女猎人的专用道具，有海螺和西装枪。海螺是吗？好的好的，那我马上为您进行派送。您的快递怎么用？您是这样的，海螺，我拿了一个最大的。来了，您看到女猎人以后，您就可以对她吹海螺，然后她就会被瞬间静止。好了，女人都喜欢听好听的啊。头一回用道具，有一种不怕虎的感觉。人呢，要找她的时候她就不来了。来吧。这个太好玩了，我这个能玩一年。我感觉我可以上天了。别老抬头啊。对不住，好我摘掉了，谢谢。
还有一摞呀。我现在双签我办。寻找母猎人，戴项链的母猎人，公猎人博亚。那有个婆婆。婆婆，姑娘。所有人都已经找到项链，寻找一个戴项链的女猎人。哎呀，这可是我费尽了千辛万苦找到的呀。寻找母猎人，戴项链的母猎人。哎，怎么了？为什么没用啊？哇，这里面还有男的，现在我还拿呜呜呢，呜呜呀！他是用鱼王的眼泪幻化而成的，哎呀，他能保佑人的平安。能不能跟我讲大白话？我智商有限啊。此时位于水滴池的两名水下女猎人已被激活，两队必须派出队员通过其潜伏的水域，成功给美人鱼雕像戴上项链，才能为所在队每位队员赢得一瓶纯真复活水。这怎么过去啊？这不可能游过去啊。哎，太快了。哼，啊，冉冉，哎，这水里还有这什么呀？不是女猎人啊。不是，你哪不是怎么过呀？这东西啊，你看这不有透明的板吗？踩着过，但是我估计你要掉水里就被他们抓了。我现在就一个命，你来。你不是骑士勋章吗？你先来试一下。走。慢点啊，慢点。小心啊，小心，小心别滑，下面有窄的地方。需要像你这样的女孩子的眼泪才能唤醒她。好，我先亮会儿眼睛。谢谢啊，等一下再亮会儿。谢谢。这个药水啊，你拿着，它能够帮助你去消灭那些不祥的黑色之物。我得出去把这药水给他们。林妹妹使出眼泪必杀技，成功拿到能够对付水下猎人的药水，但她能躲过路上猎人的搜捕，顺利送给队友们吗？走。哎呦，他重心很稳啊，他重心很稳啊。我趁个机会是不是可以过去了？干什么呀？天哪！哎，林雨，林雨来了，你干嘛去了？这么长时间？不是他干嘛去了？想到没有？是石化的那个项链，但是我拿到了这个。这是什么？
啊，消除哪儿的魔咒啊？把它倒在水里面就可以。青蛙吃的。东哥了，给你了。哇、哦、啊，女艺人没了，那咱们就可以很可以顺便过去了，是吧？走走走。哎，有手机给你。对呀、啊。贾乃亮成功给美人鱼雕像戴上项链，兔唇成功给美人鱼雕像戴上了项链。任务王队的队员都获得纯真复活水，加速王队的队员都获得了纯真复活水。哎，站上站上，纯真复活水，纯真复活水，我这儿，我等于整个过程没参与。你们真愚蠢，你们真以为凭你们的力量就可以挽救美人鱼吗？气急败坏的海妖管家为了阻止加速队员复活美人鱼，丧心病狂地设置了终极关卡，他的计划到底能实现吗？又来信息了，在倒计时结束前从人鱼码头渡海穿越猎人区复活美人鱼即可解除本队诅咒。倒计时结束前，加速队员携带复活水横渡海面，并穿越终极猎人加速区，一旦复活美人鱼成功，本队队员魔咒即可解除。人鱼码头，我觉得应该是最难的，一般最难的任务都放在最后。哇，我们有纯真复活水了，我可以去救美人鱼了。只有靠我们了，这一会儿可能咱俩真的会发挥很大作用。咱俩要不是手拉手，来吧，来吧，走吧。猎人，怎么了？你敢不敢答应？有猎人的手，猎人，我要给你扔，你敢答应吗？就此一搏，有没有？听到没？你跟我接这话呀！哇，不会吧！啦啦啦啦啦！不会吧！真的就这样了吗？啊！气死我了！我恨你！你等着，你等我回去叫大哥，你等着，我叫两米三二的，你等着，但你一米九八跟我嘚瑟。宝哥，对不起，宝哥，宝哥。我觉得他心碎，他头也不回就走了。不是体力担当，你怎么回来了呢？你不要渡海吗？渡海被人我想渡海被人掏回来了。对对对，渡海掏啊，渡海掏是这么来的。对呀、啊。哎呦。Hello， 你是要渡海了吗？对，我要渡海去解除美人鱼的魔咒。加速队员抵达码头后，用纯真胜利币购买渡海装备，并换取对应的渡海工具。啊，对，渡海用奶嘴啊，这个能干嘛呀？这是口哨，没准一吹。这是孤品，只有一个，而且呢，价格也最便宜。行，就选一手套吧。好，手套啊，就它了。好嘞，祝我好运。你这什么东西啊？打拳的？怎么会有这种东西？用来跟猎人搏斗的。杜淳跟我一波的，我就来嘴吧。我是要跟别人比赛吗？先生你好。啊。你选择的是拳击手套吗？对。请到一号码头。一号码头就这个吗？对。啊，不是，这跟拳击手套，跟拳击手套有什么关系啊？这手套有什么用啊？卖给我，真是的，骗我钱。哎，我是这么做吧。可以吗？可以吗？哎，还没走呢，就翻了。先生你好，你选择的是奶嘴道具，请到二号码头过海。你这什么呀？你这是？这船根本不行。这是船吗？在水里它是船吗？哎，那你去几号？二号。那是什么？我看看去。哎，我这个感觉好像稳一点啊！我发现我终于可以瘦一点了。你们小声点啊，我这个有点
有点浪就会翻啊。还真管用，看，还挺好玩。哦，耶！好，我就买拳击手套。现在还有一个口哨，然后呢，还有一个奶嘴。你有多少钱？亮哥现在还有500块钱。你要几个？我不知道要啥呀。那都买了呗。这奶嘴适合用。好有钱的感觉，这是飞一样的感觉。给我这个吧。好的，是我的口哨哈。我先上来。哎，银边的给了我一个。啊，我是不是应该唱首儿歌应应景？给我加油呀！加油！先生你好，您选择的是口哨，请到三号码头过海。哇，这啥呀？没气儿了！啊，我下去了。哎呀妈！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啊！这是个什么东西？有本过不去好不好？赶紧跑！哎，这破窗坏了，我为什么控制不了方向啊？我为什么在转圈啊？你给我一铜边的，还一直在打圈。这个好费力哦，玩我呢？不要因为宝宝超级可爱就欺负我吧！啊！我突然间觉得我特别像《泰坦尼克号》里的 Rose。Jack！ 啊天，怎么又回来了？你这个漏气儿了。这太难了，真不如自己游过去。看我标准啊，这个蛙泳，就是负担太重，胜利就在前方。哦。我要游了，我不弄了，这救生圈。救生圈已经进船了。哎，这为什么不是脚蹬呢？只是去买的问题。你慢慢悠悠过来也比练快太多了。还有力气吗？不是，你告诉我这个要领，我不服、啊、我游过去行不行？我不要了，我游过去。哎呀，必须游过去。今天非得给你看一看我什么叫渡海。哎，你找你干啥？我来了。你是最棒的，最棒的！好样的，再扔一次就过来了。我男人不能说不行。
终极猎人加速区全长200米，分为两段，每段100米，分别分布着3名及4名猎人，每名猎人有效抓捕距离是25米，只有穿越加速区才能复活美人鱼，解除魔咒。你换鞋，你我跟你说，你就换个跑鞋，给你个钉子鞋，你都跑不了。你知道黄色代表什么吗？跑得最快的就黄了。我告诉你们，让李允先来一遍，打个样，知道吗？美人鱼一定是我们蓝队复活的，因为我们 blue 属于大海。真男人，真男人。好，你们女孩来。我一个女的能跑过8个男的，那是天大的笑话。我们想听这个笑话。来，加油，加油！第一个，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加速汪队的厉害。你看看你们怎么把自己的队友给害死的啊！哎呀，我去！哎，游戏，我觉得前两个启动的时候，最后一个有，不用太快。说啥呢？杜淳来，贾乃亮，作为你的伴郎，你还不祝贺我一下，祝我好运。咱们俩现在势均力敌，势不两立。虽然是对手嘛，来，我走了。条命的，没事。嘉哥，笑死我了！都让开，都让开，嘉哥要跑了啊！加油，嘉哥！我好怕。没事儿，不行就蹲下。可以的，可以的，真的没问题。哎呀！完全是我以为你要摔倒了我。嘉哥，我不会让你白死的，都给我让开！过去一个，再不过去没人了。哎呀，你这出师不利呀！啊！啊，缓解一下气氛，没关系，浪哥加油，可以的。不用管，不用管，不用管。加油！
烦死了！这个冠军我们拿定了，我告诉你，不要吹牛了，我现在过来。好了，为了我们的黄队荣誉，出发。其实往往最后跑啊，他们会较真儿，挺危险的。来来来，加油！加油！加油！他跑得很轻松啊，果然是运动员。哦，很轻松，很轻松。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好厉害！行了，好，美人鱼，我跟你说，这时候可能已经糊了，快。我们再不去救就来不及了。你们俩一起，兄弟，一起啊！你们俩一起，一起加油，加油啊！加油，注意安全，一起，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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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亮亮，好了，那你就往那边，我就中间，好不好？来了，来了，加油！走。把你复活的，欠我们一条命啊！谢谢你们复活的我，两魔咒被解除，你们安全了。耶！两队的诅咒解除了！哎呀，咱们就是合作的哈，天下大事，分久必合，江山代有才人出。先喝一个吧，好吧？今天是合作才成功的，对吧？耶！疯了！耶！干杯！赶走海妖，你们赶快离开吧。
把你复活的，抢不抢命啊？这样就活了，还不需要割亲一下才能活呢吗？伙伴，你看我为了婷婷啊，其实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为了杜淳来相亲的。今天也是，说实话，我们大家也是做了一个梗。杜淳现在也是单身多年了，你看看，要不这事儿就来了。我得进来。那我还给你们关系好了，还是干上吧，干上吧，快点干上吧，这是我们送给你。好，再见啊。那个，哎，聘礼，聘礼啊，忘记了所有的伤痛，再见，再见啊。好了，再出来的时候就三个人了。